我在教会做美工设计好几年了，相关的业务技术呢也比较熟练，尽这个本分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难处。弟兄姊妹呢也都高看我，遇到什么问题啊也都来问我。有一次，我帮一个姊妹解决完问题，她高兴地说：“哎呀，还是你的技术好，什么问题啊都能给解决。”还有一次，带领了解工作。 问到每个人的工作效率时、啊，一个姊妹说：“我们多数人都慢一些，只有李良做图比较快。”嗯。听完这些话，我心里挺美的。看来我在大家心中啊还是有些分量的。我很享受这种被人高看的感觉。就这样，我每天努力的尽着本分，认为只要把我手里的工作做好了。 能得到周围人的好评，那我的本分啊进的就算可以了。直到突如其来的一次调整，我才看到自己啊尽本分掺杂太多了。哦，嗯、怎么回事啊？前段时间因着工作需要，我们组的人员多数都要去交换新人，也包括我在内。嗯，只留下几个弟兄姊妹继续美工设计。得知这一消息啊。 我很惊讶。不管是绘图的质量还是效率，我都不差。要留人，那也应该是我呀。是不是代理弄错了？我再三确认后啊，确实是这么安排的。一时间，我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。我在业务方面相对强一些，有些比较重要的工作，组长都是优先分给我。 弟兄子们遇到什么问题难处，也都来问我。我在组里也算是主力了，为什么要调整我呢？带领应该也是综合衡量，根据工作需要才让你去交管新人的吧？嗯，是。但当时我心里就很抵触，就想找一些理由啊，来推掉教管的工作，继续做图。于是我就以这样安排会影响工作果效为由，向带领说了自己的想法。 哦，oh, 那戴琳怎么说呀？是啊，戴琳说，这方面他们也有考虑。嗯，现在组里的工作量不大，而且传过来的新人还比较多，急需交管人员。以往我交管过新人，英语有些基础，相比其他弟兄姊妹啊更占优势，上手会快一些。哦，oh. 听戴琳这么说，我觉得这样安排也合适。嗯，是。 但心里面吧，还是不能完全顺服下来，就担心这要是做不好交官工作，弟兄姊妹肯定会觉得我很差劲。特别是想到平时组长安排什么事情，都是客客气气的和我商量着来。哎，你做那个图可以吗？你看这样修改行不行？就即使我做的图有些问题，大家也不会当面一口否决。 而是比较委婉的指出我的问题。大家都比较尊重我，高看我。嗯。现在这么调整，我对交换新人的工作不熟悉，以后肯定不会有人再向我请教什么了。相反，我不懂不会的还要去问别人。要是做的不好，说不定还会临到修理队去。不但不能被人高看，反而可能会被人小瞧。 这还是顾虑自己的名誉地位啊！是啊，一想到这些啊，我心里就很难受。嗯。后来去浇灌新人时，弟兄姊妹知道我刚来，就主动的帮助我，告诉我怎么才能尽快上手。但我也只是听一听啊，就过去了，还幻想着啥呢？有一天这样的安排能突然改变，我还能回去继续做图，这样。 我还能享受被大家高看的感觉。当时因着有些工作需要交接，我没有退出原来的工作群组。嗯，看到群组里发信息说，有些图需着急制作，我就抢着去制作，好让代理看到我在组里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。但负责人考虑到我要交换新人，就没让我参与。 我心里就挺失落的，交管新人的时候啊，总提不起劲儿。有的新人有难处，虽然我也给交通解决，但果效不是太好。我就不想去找他们了，就觉得太麻烦了。面对这样的环境，我总想退缩，好几次啊都想找带领说说，让我回去继续做图吧。但又觉得这是在挑拣本分。 代理会怎么看我呢？还是算了吧。哦，那你这种情形后来是怎么扭转的呀？嗯，是啊，是啊。连休的时候啊，我就琢磨，为什么这次调整本分，我就顺服不下来呢？怎么就不愿意去交换新人呢？当时我看到一段神的话，挺结合我的情形。<好>嗯。 全能神说：“你尽的本分，如果是你擅长的、喜欢的，你感觉是自己的责任、自己的义务，是天经地义该做的事，你心里很幸福、很快乐、很舒畅，这是你愿意做的，你能尽上忠心，你觉得这是在满足神。” 但是有一天，临到一个你不喜欢的本分，或者你从来没尽过的本分，你能不能尽上忠心呢？这就考验你是不是在实行真理了。比如你在诗歌组尽本分，你会唱歌，这是你喜欢做的事，你愿意尽这个本分。 如果交给你另外一个本分，让你去传福音，这工作有点难度，你能不能顺服下来？你琢磨琢磨，说：“我喜欢唱歌。”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想去传福音，明摆着就是这个意思。 你就一个劲儿地说我喜欢唱歌。如果带领工人劝你说，你操练传福音吧，多装备点真理，对你生命长进更有利。你还坚持说，我喜欢唱歌，也喜欢跳舞。怎么说也不想去传福音。 因为什么不想去？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就不想去。这是什么问题？这就是凭喜好、凭个人的口味选择本分，没有顺服，没有顺服，这就是问题。 如果不寻求真理解决，那你就没有多少真实的顺服了。在这件事上，应该怎样做到有真实的顺服？怎样做才能满足神的心意？这时候就得揣摩交通这方面真理了。要达到在凡事上尽上忠心，满足神心意。 不是只尽一方面本分就行了，得接受神所给的任何一样托付。无论是合乎你口味的、你感兴趣的，还是你不喜欢的、你从来没做过、有难度的，你都应该接受顺服。不但要接受，还要主动的配合，去学习，去经历，进入。 哪怕受苦受累、受羞辱、被孤立，也要尽上自己的忠心。能这样实行，才能达到在凡事上尽上忠心，满足神心意。你得把它当成本分去尽，而不是当成自己的事业。对本分该怎么理解？ 就是造物主神交给一个人所要做的事。人的本分就是这么产生的。神交给你的托付，这就是你的本分。你按着神的要求去尽本分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你看准了，这是神的托付。 这是神的爱，神的祝福临到你了，你就能以爱神的心来接受本分，你就能在尽本分上体贴神的心意，就能为了满足神而克服所有的难处。真心为神花费的人，绝不能拒绝神的托付，不能拒绝任何的本分。阿门、嗯，阿门。阿<们>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，我意识到，我对待本分的观点，就如神话与揭示的，凭喜好、凭个人意思选择。嗯、我总觉得自己擅长做土，就不应该安排我去浇灌新人，就总想推掉浇灌的工作。虽然我知道带领这么安排，也是考虑到整体工作，但我也只是外表答应，心里却抵触不满。 对于浇灌工作，我也不用心，而是时刻关注着作图的情况。看到有急需制作的图，我抢着制作，就企图用这样的做法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好让带领看到我的重要性，有可能改变目前的安排。嗯嗯、我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能继续尽擅长的本分，满足自己被人高看的欲望。看到自己。 没有一点顺服，也丝毫不体贴神的心意。神的话说：“你看准了，这是神的托付，这是神的爱，神的祝福临到你了，你就能以爱神的心来接受本分。你就能在尽本分上体贴神的心意，就能为了满足神而克服所有的难处。阿<们>”阿门。阿门。想想自己尽本分。 哪有爱神满足神的心呀？考虑的都是自己的脸面、地位在人心中的位置。我觉得作图没有什么大的难处，工作果效也好，尽这个本分时间久了，大家也都高看我。而浇灌新人自己不擅长，果效肯定不如其他人好，在弟兄姊妹中间也显不出自己，更别说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了。 所以我就顺服不下来。就看到自己尽本分啊，掺杂太多了。是，是。其实外表上看是带领安排我去交管新人，但背后都有神的主宰。是。而且不管什么本分，都是神家的工作。不管自己善不擅长，喜不喜欢，或者有什么难处，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接受过来，尽全力往好了去做。 是，是这才是对待本分该有的态度，也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该具备的理智。是，认识到这儿，我心里啊就亮堂一些了。嗯嗯，是啊、嗯，我反省自己对待本分也是凭己意凭喜好。就前几天，戴笠安排我去做文字工作，嗯，我觉得劳心费神就不想去，就想留在这儿做演员。这也是没有顺服啊。是啊。 是，后来我就在琢磨，为什么自己擅长的本分就很乐意去做，而浇灌新人自己不擅长就不愿意做呢？为什么我总考虑能不能得到别人的高看？这背后是受什么败坏性情支配呢？嗯，是啊。带着这些问题啊，我祷告寻求，也找了相关的神话语来读，看到神揭示敌基督对待本分的一段话。 让我很有感触。嗯，对于狄基督来说，地位、名誉是他的生命，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。他无论做什么事，首先考虑：我的地位会怎样？我自身的名誉会怎样？如果我做这件事， 会不会得到好的名声？我在人心中的地位会不会得到提高？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东西。这就充分证实了他有敌基督的性情，也有敌基督的实质。所以他才会这样考虑问题。可以说，地位与名誉对敌基督来说，并不是一种额外的要求。 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。它属于敌基督本性里的东西，是他骨子里、血液里的东西，是先天就有的。不是有他也行，没有也行。他的态度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什么呢？名誉地位，与他每天的生活、每天的状态、每天的追求。 都息息相关。对于狄基都来说，地位与名誉是他的生命。他无论怎样活着，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，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无论他的追求是什么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，他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，都是围绕有好的名誉、高的地位这个宗旨。 是不变的，这是他永远放不下的东西。这就是敌基督的本来面目，也是他的实质。即使把他放在深山老林里，他也不会放下对名誉地位的追求。把他放在任何一个人群中间，他心里挂念的还是名誉与地位。敌基督这类人。 虽然也信神，但是他们把追求名誉地位与信神化为等号，放在平等地位。就是说，他们在走信神道路的同时，也在追求着名誉与地位。可以说，在底基督的心目中，信神追求真理就是追求名誉地位，追求名誉地位。 也是追求真理。得着了名誉与地位，就是得着真理，得着生命了。如果他们觉得没有得到什么名利地位，没有人仰望、高看、追随他们，那他们就很失落，就认为信神没什么意思，也没有什么价值。他们心里就感觉，这样信神。 是不是很失败？是不是没有希望了？他们常常在心里盘算这些事，盘算怎么能够在神家占有一席之地，怎么能够在教会中有高的名望，说话有人听，做事有人捧，到哪儿都有人追随，在教会中有话语权，有名有利有地位。 他们心里特别注重这些东西，这就是这类人的追求。他们，神界<们>是低基督信神，就是为了追求名誉地位，让人高看崇拜。所以他们做任何事情，首先考虑能否被人高看，在人心中的位置会不会得到提升。嗯、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地位之心，那他们就什么都不愿意做。 是是，反省我金本分的存心观点。我对作图各方面的业务都熟悉了，金本分的果效也还可以。大家遇到问题难处也来向我询问。不知不觉我就觉得，自己在组里是不可缺少的一员。虽然没有什么名分，但在组里还是有些威望的。当调整本分，让我去浇灌新人。 去做我不熟悉、不擅长的工作时、啊，我就很不乐意，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我在新的组里将会是最差的一个，在人中间的地位、名望都得不到了，所以我就很抵触这样的安排。就看到自己追求的还是名誉地位，是是是。是是本来受到职务尽本分是理所当然的，是该尽的责任。嗯，我却利用尽本分。 来满足自己的地位心，追求让人高看。这不是敌基督性情吗？走的，就是抵挡神的道路啊！是是，我想到一句神的话：性情不变化，就是与神为敌。真是这么回事啊！是啊，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这么严重啊！我感到很吃惊。以往我觉得只要把本分尽好了，每天的工作能按时完成。 不作恶，不打杀搅扰就妥了。至于在这个过程中，自己有什么存心掺杂呀、啊，流露了哪些败坏性情啊，这些从来没有认真反省过。借着这次本分调整，我才意识到，败坏性情不解决，抵挡神是身不由己啊！是是。是借着反省，我对自己的存心观点所走的道路。 有了点认识，我从心里感谢神，对浇灌新人啊也没那么抵触了。哎呀，感谢神，嗯、借着这件事能学到功课，这是好事啊。是啊是，嗯。后来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，就对自己追求地位的情形啊又看清了一些。啊、哦，嗯。全能神说：“让人高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” 为了在人心里占有地位，你在一个人心里占有地位了，你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他对你就恭恭敬敬的，跟你说话特别客气，总是仰视你，什么事都让你优先，给你让路，还捧着你，顺从你，什么事都向你寻求，让你拿主意。 你心里就觉得有享受，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强，比别人都好。人都喜欢享受这种感觉，在人心里有地位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人都愿意享受，所以人才去争地位，都想在人心里有地位。 让人高看，让人崇拜。如果心里得不到这种享受，他就不会追求地位了。比如你在一个人心里没什么地位，他跟你说话占平等地位，与你平起平坐，该顶撞你就顶撞你，对你没有客气，也没有尊重。 也可能你的话还没说完，他就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？人给你这样的待遇，你就不喜欢？你喜欢人处处巴结你、高看你、崇拜你，以你为中心，一切事都围着你转，大家都听你的，都仰望你。 让你发号施令，说了算，这是不是要做王掌权呢？你说话做事都是为了追求地位，得到地位，为了地位去争、去抢、去夺，目的就是要抓到地位，让神选民都听你的，都拥护你，崇拜你。 一旦把地位抓到手，就得到权力了，就能享受到地位之福，享受到人的崇拜，享受到地位所带来的一切好处。那你们在人中间争地位、争名望，争的是什么？争的是那个名吗？不是。 其实是争那个名给你带来的好处，你总要享受那些好处，那你就要争。如果你不稀罕那些好处，说人对我怎么样无所谓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不值得人对我那么好，我也不愿意崇拜人。 只有神才是我真正应该敬拜、敬畏的对象，才是我的神、我的主。人再好，能耐再大，本事再高，形象再伟大、再完美，也不是我崇拜的对象，因为他不是真理，他不是造物主，他不是救世主，他不能主宰、摆布人的命运。 他不是我敬拜的对象，没有一个人配让我敬拜。这是不是合乎真理？阿妹，阿妹，阿妹神的话把人总追求地位背后的存心解释的很清楚啊！是啊，看完神的话，我意识到，我总追求让人高看，实际上就是想享受地位带来的好处。 想想之前大家遇到什么问题都来问我的建议，有时候我做的图有问题，弟兄姊妹看出来了，也不会直接否决，会比较委婉的提出来，不会让我难堪。业务上大家有什么难处也会来找我帮忙，就连组长跟我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商量着来。我很享受这种被人高看的感觉，就怕去了别的地方。 就再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了。以往我总认为，只有负责人带领才会贪享地位之福，而我呢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什么地位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享受地位之福，不在乎外表有没有地位，也不是仅仅享受物质待遇。 享受人的高看、崇拜、拥护，让大家都围着自己转，都听自己的，这也是贪享地位之福。是是啊。想想神是至高无上的，是尊贵的，只有神才配人敬拜。我一个败坏的人，满了撒旦性情，根本没有一点值得欣赏的东西，还非要追求让人崇拜，享受人的高看。 想在人心中有地位，这不是厚颜无耻吗？我想到教会开除的狄基督王军，就是名誉地位心啊特别重，因着他有一些恩赐，组里多数弟兄姊妹呢都比较高看他。后来新加入的几个弟兄姊妹，不管是交通真理啊，还是业务素质啊，都比较好。大家遇到什么问题？ 也都喜欢询问新来的几个弟兄姊妹。这王军看到他的地位受到威胁了，就在背后拉帮结伙挑拨离间，有意打击排斥新加入的弟兄姊妹，严重的影响了教会工作。最后，根据他一贯的表现，确定是敌基督开除出了教会、嗯。看到人不追求真理，总追求名誉地位，维护名誉地位，这后果很危险呀、啊。 是,啊、是。我反省自己，因着得不到别人的高看，就对教会的安排啊心存抵触。在教管新人这么重要的工作上，应付糊弄、不负责任、消极怠工，没有一点人性理智啊！这种性情如果不转变，最后也会演变成敌基都被显民淘汰。认识到这些、啊，我很害怕。 就向神祷告。神啊，我愿意悔改，扭转自己不对的存心观点，愿你带领引导我。后来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：，嗯、神要求人尽好本分，不是让人能做多少事，搞多大事业。 也不需要人有什么伟大的创举。神要的是，人能踏踏实实的尽上自己的所能，凭神的话活着。神不需要你多么伟大，不需要你多么尊贵，不需要你创造什么奇迹，神也不想在你身上看到任何的惊喜，不需要这些。神就需要你踏踏实实的。 按神的话去实行。听神的话，听懂了就去做，听明白了就去落实，听见了就记在心里。然后到该实行的时候，就根据神的话去实行。让神的话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的活出实际，这样神就满意了。你总追求伟大。 总追求高尚，总追求地位，总追求高高在上，神看了是什么感觉？神厌憎，神远离。你越追求伟大，越追求高尚，越追求高人一等、出人头地、出众出彩，神就越厌烦你。如果你不反省、不悔改。 神就会厌憎你，弃绝你。千万别做神厌烦的人，要做神喜爱的人。那怎么能达到让神喜爱呢？就是老老实实的接受真理，站好受造之物的地位，脚踏实地的根据神的话做事，尽好本分，做诚实的人，活出人样。 这就够了，神就满意了。人千万别有野心，别做美梦，别追求名利地位、出人头地，更不能追求做超人、伟人，在人中间高人一等、让人崇拜。这是败坏人类的向往，是撒旦的道路，神不拯救这类人。 如果人一味地追求名利地位，死不悔改，那就不可救药了，结局只有一个，被淘汰。现在你们赶紧悔改还来得及。如果到有一天，神的工作结束了，灾难越来越大，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。到那时，所有追求名利地位。 死不悔改的人，都得被淘汰。阿美<们>。嗯、看完神的话，我心里像开了一扇窗户似的亮堂了。对神的心意明白了一些，对神的性情啊也有了点认识。嗯。越追求地位，追求别人的高看，就越让神厌憎恶心。嗯。如果始终没有回转，就只能被神淘汰。是啊。 只有踏踏实实的按照神的话做人做事，站好自己的位置，听神的话，顺服神的主宰安排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，才蒙神称许。阿门、啊。啊、嗯，嗯嗯的确是这样。嗯、是。嗯、想想自己金本分这些年啊，付了一些代价，也做了不少图。嗯。但我存心是为了让别人高看，在人心里有地位。这样的追求。 是与神的要求背道而驰的。嗯、神监察人心肺腑，即使人不知道，但神看得清清楚楚。是，如果我一直没有回转，继续这样追求下去，最后只能被神淘汰。嗯，看到神的话说：“现在你们赶紧悔改，还来得及。如果到有一天神的工作结束了，灾难越来越大。” 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。到那时，所有追求名利地位、死不悔改的人，都得被淘汰。现在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，嗯，我得赶紧扭转自己错误的追求观点，按照神的话实行，好好追求真理。不管别人对我是什么样的看法，我都要顺服下来，尽好自己的本分。是，啊、嗯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 明白谁心意了，就容易顺服下来了。是啊是,啊是啊，后来我就把心啊都投入到浇灌新人上。嗯，有时候新人有一些难处，我不知道怎么交通解决，想询问弟兄姊妹。嗯，但又担心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呀？会不会小瞧我呢？这样想的时候，我意识到。 我还是在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考虑，嗯，就祷告神背叛自己的想法，放下脸面向弟兄姊妹寻求学习，嗯，大家也都耐心的帮助我。借着这样配合，我在浇灌新人上有了一些长进，进门分的果效呢也逐渐的好了起来。哎呀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,感谢神，我心里面就挺高兴的，不仅仅是因着这个结果。 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，能放下一些自己里面的存心掺杂，能背叛自己的脸面地位，心里踏实。是。而且借着向弟兄姊妹学习啊，我交通真里解决问题也有了一些长进。哎呀，真好。是是。是这次本分的调整，虽然说不合自己的意，我心里呢也抵触埋怨，就觉得挺难的。 就怕没有果效，被人小瞧。但是借着神话语的引导带领啊，我认识到自己尽本分的存心不对，总追求地位，追求让人高看，走的是抵挡神的道路。是，也认识到自己被撒旦败坏太深了，太需要神摆设这样的环境来显明我、洁净我。是啊，同时也体会到，神做的一切都是好的。 都是在拯救我，把我往正道上带。是啊，是啊。我感谢神的带领引导，让我得着这些认识收获，有了一些转变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啊、这么交通挺实际的。是。阿美。